钟镇涛一连两场的故事继续演唱会在日起红馆举行头场，距离上次的个人演唱会已经有十年咁耐啦，唔少朋友都嚟捧场之余，仲有上台做嘉宾添。大家唔知道呢个系边个咧？就系啱洗完头赶嚟嘅梁家辉，佢而家叫做 Tony Mercury 啊 ！We will rock you， 大声啲咁啊 ！We will rock you。第一场的嘉宾还有温雅、郑秀文、龚石良和女女钟意、钟国，边哥哥又最满意边 part 呢？我觉得我喜欢同个女唱歌啦，系啦，咁啊，同埋我喜欢同咖啡玩啦，系咯，咁我又喜欢同龚石良个 part 啦，因为嗰只歌咧我唱咗好耐噶啦，咁啊唔同嘅版本都唱过，咁今日唱又另一个版本，咁都。自己都好感動啊！因為啲觀眾一齊唱嗰度咧，佢哋唔係大聲嗌嘅，而且全部都啱音嘅，我都好驚訝。忽然間，啲觀眾全部都變咗好似好識音樂咁樣啊！